你咋没来给我们那边？俺说的搞你让上来没？我的搞你逼了，逼了没？说俺那的，你上来没了？哎呀，小伙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兵，我呀我。廖廖一。啊，哎呀，对了，进来吧，有一个大兵特别关心那边，兵队长下来了不？啊，就对了，下来了，肯定进来那边。牛一的，牛一刚买的表，说还没带来了。要对要打的，不，外面牛一来下，牛一大兵嘛来下。啊，就那外地嘛，加拿大刚上手了。我咋安了讲？啊，咱刚刚的目的，先从刚刚出来。啊，你路都少年，过过经常能跑了。这样，就俺们。轮轮来，那个叫我说来，摘，一样一样用摘，啊，别买一样一样毛，轮轮轮轮轮轮的进来，轮轮刷多进来，拉进来，轮轮刷表叔进来，大伯，都嘛，哦，今年也没办呗呢，没晓得，哦，老杨嘛，牡丹嘛，牡丹嘛东京嘛，喏，西西单没，嘿嘿，就那摘上了，那看看那道，我讲我不老吃不老摘就表了。哎，大概个来打咯，啊，再说嘛，喏，就那不嘛，就那在东山那里是，啊，拍下的下嘞，就那江南不话嘞，到那路，伊后面在沙岩嘛，伊大概不话呢，有就那在在路沙来嘞，哎呀，就那没路铺个呀，不喏，在在路沙来，不离不离水的，得等我呢，哎，人力车里，哎呦，啊，那里下的猪啊，啊，老老的看着，不老的猪比较的，啊，不老的包着生硬的，老老高了都比较的。哎，人老多，真老啊！我不要们，人多大几？我弄，多大几？土狗是谁来买嘛吧？他们哎，老板，后面的也比起来，老板嘛，谁来哟？不是谁的？谁的我呢？底下来谈别的，谁来？几零啊的我弄？人家他三，底下人家弄的三六线，哪在人家弄的加多？这几的是来我爸的啦。那个，看到来我哥，都办我爸了。怎么办呢？我们爸爸，你家罗不在那边表吧？我们家六块钱的多过，过过算，不留你进来的。我们家八块钱的多算。啊，咱们就玩到了，六年六家不算了，没六五。哦，皮鞋的呀，你家皮鞋的呀，六嘛，哦，过来皮鞋的呀，呗，过嘛，哦，不用了，六来的，一样没事，在那过嘛，爸妈一样没事，你家过来来就在这边。陪他爹里边摆是，那户口里有咯，一把也要玩的。现在来说，本路里开门人你该家哪里？就地点考到了，要跑就考到了。哎，对喂，哎，昨天我们就那江江里的江南坡里啊，你给的等眼睛里嘟嘟呗，那马西的马西的没得，对嘞，要跑呗。好多嘞，就那地老家的呀，地老家的嘛，看你给等眼睛里呗，喏，嘟嘟速度高呗。哎，阿拉叫，尼姑了呗，幺八了呗，好了吧？哦，不老提水果也没吃了，不老提晒小么都热他了，六年了干嘛？啊，六年了干嘛？就那没得水果呢，回来得过，天边路亚南的呀，阿龙就那天边去，你家不老要么？就那嘛，哦，不老要么？就那六百块。没别的鱼了，就那嘞六百块钱嘛毛，就那六百块钱白，就那嘞不露出来，我别钱嘛，不露不一带我不露没有点别人搞我们嘞，就那六百块白，六百块白的对 ID 不嘛，就那不露努力露别人搞我们嘞，说了，明天看我们嘛太大把嘞，别带了把你表情嘞，不一带把你表情嘞说，就那嘞生了比阿比巴路表情嘛，也查了把你，也查了，我就那也查了。哦，打电话没陪我，是难对不咯？从上班也过来吧嘞，阿拉嘞一路比吧比，我现在电话吧嘞，现在家里阿卡家路线，不一定苗岭上班的嘞，打电话没陪我哦。因为我咯打电话没陪我哦，阿丹嘞我出去吧，伢拍个，我咯潘南边不嘛继续阿咯没事咯，哦，就喏嘞玩打吧嘞，哎，就不一定嘞，阿比吧咯，就喏表姐嘛嘞。